在对手也很强，就跟你露两手。对手是布鲁斯，中线赢家车队的队长，就是在我频道里挑衅你的那个。热弯最快的街头车手不是我，等会儿的比赛，我要你好看。真是扫兴，明天再战，你这小子输定了。比赛终止，大家快上车，注意安全。别愣着，走，出发，我来带路。发现违规街头赛，立刻扣押他们的车辆。是警察，他们专门扣押街头车手。封锁前方唯一道路。这家伙是疯了吗？前面只剩悬崖了。还踩油门？你在想什么？这就是热歪，用你的速度征服这座城市吧。刚才的飞车有两下子吗？超级新人，有一天整个热湾都会记得你的名字。我晚点呢，会把你的影片传到后面之星频道，让我的听众都知道，热弯街头赛来了车技超强的新人。之后再聊，先找个地方休息。不是吧？怎么会摔坏了？早啊，你的车我明天才能修好，开我的，爱惜一点，它可是我的初恋。 Focus RS 运动街头组的性能钢炮，听着声浪就知道它脾气不小。
快试车吧，好车手无论开什么车都能拿第一。漂移讲究时机，留意看地面的标记。哇，你的漂移不止速度，还有技术。在适当的区域漂移，过弯会更快。要出弯了，用弹射技巧冲出去。你很上道嘛，以后每个弯道都别错过这招。每个街头车手都有点绝技在身上。来，趁着泰温没降，我们赶紧在热湾找比赛，看看地图。我听说在热湾要打排位赛，都要去集会点。你想去那里啊？热湾有 CBAS 四个等级的排位集会点，先去 C 级试试。C 级就在热湾职业赛车联盟体育馆里，每位车神都是从这里开始。Freedom is out.